我前面有一个老头光着上身，一个农民，免裆裤，一个红袋子，然后这个斧头在砍一个炮楼，一直在砍，然后后面是鲜红的太阳，然后我原来的片子最后也在砍，还是我那个意象，战争是永远和人类比肩前进，就战争不仅伤害人类老人孩子妇女，它也伤害空气河流土地树木。为什么拍反对战争的电影，就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对战争我们是深恶痛绝的。可是如果当有外敌入侵我自己的国家的时候，我会毫不犹豫地拿起枪，我说民族的血会在我身上燃烧。1989年，在第3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颁奖礼前夕，面对各国记者的采访，吴子牛就曾做过同样的表达。那一次，在随后的获奖公布中，吴子牛导演的电影《晚钟》摘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评审团特别奖。生于1952年的吴子牛是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中的一员，他的电影作品《候补队员》《喋血黑谷》《南京大屠杀》《国歌》等都曾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成长经历，把吴子牛塑造成了一个集诗意激情和历史伤痕于一身的导演。他擅长战争题材影片的创作，他在影片中挖掘战争与人的关系，表现的是战场，呼唤的却是和平与人性的回归。晚钟正是这样一部引人深思的电影。我是辅助他的场记和他那个日语的那个影片的日语顾问。就在这个位置。汪小志，原八一电影制片厂研究员。吴子牛在拍摄电影《晚钟》时，汪小志担任场记。音乐就是这个大棚，音乐棚。哎呀，现在都变成这样了。我记得我当时是住在这个。现在都不知道，现在可能都有工人住。吴子牛当时就是拍摄《晚钟》的时候居住的条件就是，可能当时还不如这个，然后也没有电话，所以我们的所有的电话都是这块有一个台子，就其实也不是台子，就是一块木板架的，在然后这个上面放了一个电话，比如说谁来电话嘛，然后就在走廊谁接谁都可以接，接到了比如说吴子牛电话，然后他就跑上去接。当时我在八一厂的时候，我在招待所305房间，那房间我用了住了3年多，就经常通夜都是开着灯的，经常被他们，我都不知道，后来聊天知道，经常被他们，你看看人家吴子牛那个八角楼的灯光，说我晚上还亮着灯在那写东西啊看东西，其实是有时候是可能忘了关而已，是吧？经常去给他送饭啊，送吃的，就是尽量给他弄点好吃的过去。我经常去的时候就看见他流着鼻血，塞着那个纸，就是纸巾在鼻子里，全是血，就是上火呀，又累，完了心里头又有火。1985年，吴子牛因拍摄电影《鸽子树》受到批评，在他陷入人生低谷的这段时间，时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的陆柱国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就觉得我是最低谷的时候，就是陆柱国这样的老艺术家，他能够在没有征求我任何意见的时候，在全国电影创作会议上，他的发言里头谈到要把我调进八一厂，而且是部队的，太让我感动了，我当时眼泪都快流下来了。所以后来我就在八一厂待了3年多，跟他们拍了《晚钟》。为了报答陆柱国和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知遇之恩，吴子牛投入到《忘我》的创作之中。后来我就跟厂里提出来，能不能由我自己来写一个剧本。
厂里说可以啊，非常好。我有一天就从报纸上看到了一个这么大的豆腐干文章，就写二战结束的时候，就抗战结束的时候，在江南的一艘船上，那船上还有日本兵，这样他们不知道投降，这么把他们就绞了的故事。突然我就想起这个，就这一点可以激发出一个电影的创作来。就在阳台上一个洗衣机，整个一个劈叉的状态，对着洗衣机写了6个晚上6个通夜，把这个剧本写出来送到八一厂。让吴子牛没有想到的是，这部名叫《晚钟》的电影剧本在八一厂内却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反响。两派意见，一派就是基本上是兴奋的，就是欢呼的年轻人嘛，还有一些老派的这个老导演，我们战争期间日本人打了我一个耳光，今天吴子牛又给了我一个耳光，就觉得我在打他们的耳光。虽然遭遇阻力，但晚钟还是最终拍摄完成。现在看来，这是一部极具中国第五代导演风格的代表之作。1989年2月，在第3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电影《晚钟》摘得银熊奖评审团特别奖。在当年晚些时候的第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上，《晚钟》更是赢得了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摄影等4项大奖。这是1968年5月拍的，1969年1月我就插队，1月19号我就插队了。打完篮球以后，他还是照样管去拍，这样还摆船摆姿势，因为我觉得可能会分别了。因为插队叫个人到不同的农村去嘛。这是上世纪1968年的吴子牛，那一年刚满16岁的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未来的人生会与电影结缘。那时他刚从家乡四川乐山来到大渡河安谷人民公社插队，从没干过农活的他，一夜之间从城市少年变成了农村青年。在去农村以前啊，我的肩膀上没有放过一根扁担，没挑过东西。我第一天出工吧，身上得给我发的是80斤的粪桶，新的，就到5里外的船上去挑粪，收粪收不到粪，我们就偷粪。我们会跳到粪池里淹到这儿，整个淹到粪里，5斤都挑不了。我一边走一边倒，最后倒，回到我生产队的时候已经是空桶了，我肩膀还肿了。但是1年以后，我能每天从早到晚挑160斤的湿谷子、湿稻子。在安谷人民公社，吴子牛干了3年农活。如果说艰苦的生活条件和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吴子牛还能承受和忍耐的话，精神上的空虚和对未来的迷茫，则让他备受煎熬。苦闷的日子终于在1970年迎来转机。当年国家下发文件，指出插队2年以上的知青，经过贫下中农推荐，可以上大学、参军或回城当工人。这个消息的，我们从当时我们那个公社，那个区四面八方的知青，就到一个红星公社去。比如说我带了一斤黄豆，你带了一块腌肉，或者他带了2斤米。大家去，然后呢？那天晚上我是平生第一次喝酒，喝了6杯，1两1杯的红烧酒，7分钱1杯。然后喝了6杯以后，一口饭都没吃，就不省人事了。第二天，我回到我的村庄，20多里路，山路全身都是雪，跌的、摔的，没摔到悬崖去，摔死算好的了，还爬回去了。然后我房东嚎啕大哭，就开始弄那农村的中草药给我弄，这样活过来的，就是第一次。就人生第一次点亮了一个希望。
当吴子牛从一场大醉中醒来，伤口的刺痛还没有平复，现实又给了他沉重的一击，扑灭了他心头刚刚萌生的希望。就出身不好，他查三代，查三代的我是没有条件这个享受这些这个回程的待遇的。出身不好，这个他无法选择也无法逃避的现实，再一次把吴子牛打回到黑暗当中。就在吴子牛心灰意冷的时候，他接到了一个从家里打来的电话。我拿起来是我爸，那他说你回来一趟，他说我不舒服，他说我病了，你让我拔腿就跑。虽然吴子牛所在的安谷人民公社离乐山家里算不上远，但是在插队的三年中，吴子牛却很少回家。这次当吴子牛心急如焚地赶到家里时，却发现父亲安然无恙。回去我看他好好的，我说为什么？他说其实我是只有说我生病了你才能回来。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带你去考试，我们那儿就正好是毛泽东思想文艺学校文艺学习班的招生。父亲以这样的方式把吴子牛骗进了乐山市当地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学院。在这里，吴子牛先后学习了声乐、话剧表演等课程。那时的吴子牛并不知道未来等待他的是什么，但是在父亲的指引下，一颗文艺的种子已经在他心中悄悄地埋下了。营养平时对我们就是说不怎么要求，就是很尊重我们这个子女的选择，非常尊重，但是关键是他总是能够指明一些方向，就挺好。哎，这有影响，这有影响。这个那年到了北京来，小孩还小，在我当时那个小家里，就是我母亲，就是我父亲。在毛泽东思想文艺学院学习三年后，吴子牛被分配到了当地的话剧团，成为了一名话剧演员。1977年，国家重新恢复高考，吴子牛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有一个星期六，我就回去看我父母骑自行车。回来的时候，我们单位一个人还在门口等我。哎呀，他说吴子牛，你有一封北京电影学院给你的信，他们觉得很重要嘛，知道我们在等通知。我一看，就这么大，很薄，我知道完了，完了吧？因为这一般都是通知你没有被录取的，对吧？肯定是的。然后我单位出去过马路就是江边，我就到江边去，在一个电灯底下坐，电杆底下坐了很久，砰，在那个灯亮了，天黑了，我说怎么也得看一眼吧，我把它撕开一看，没想到是录取通知书，哎呦！起身二话没说，穿着衣服砰，一个猛子，一个跳水，就到水底下冷却自己一下。1978年秋天，吴子牛从四川乐山来到北京电影学院，他这一届学生就是日后赫赫有名的北电78班。啊，哎，这有张照片。这个照片很有意思，先把它看清楚，然后主要这后面的字特别有意思。他说的什么呢？导78班男生404房，四人合影。这个是我们四个人一个屋。1980年春初，摄影沈星浩，摄影机的沈星浩，用海鸥205破相机拍，摄影系人手一台海鸥205，焦点是有不定量的。我们拍蒙太奇作业的时候，两个人共享一台海鸥205拍作业，作业完了交了，相机就交了，很有意思啊。吴子牛抱着满腔热情开启了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学习生活，然而新学期刚过没几个月，吴子牛便产生了退学的念头。就我们当时的这个我们的教学啊，现在跟电影学院是没法比的。比如我们谈景别，谈近景特写，老师就做了个木头框子，比如我把木头框子对准你，走到你面前一框，你脑袋就这样，啊，同学们，这是近景啊，然后把这框子拿到你的面前，你看我就是个全景，我是属于是偏大的，对吧？然后呢，就跟一些刚刚高中毕业的学生来，
我觉得是不平等的。就比如说我知道了很多东西以后，他们还是零。陈旧的教学方法和设备，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同学，这些都动摇着吴子牛在北京电影学院继续学习的信心。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表达了想退学的念头。我想回去，这关键时候呢，就是我父亲给我写了封信，他问我电影院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他说为什么你觉得不怎么样？我就跟他谈了我的这些想法。他说你可能这个太天真，他说尤其是现在百废待兴，冻结了10年的中国大学刚刚开始招生，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他说这已经是很大的很大的进步。他说你记住一点，就人的一生啊，有多少个完整的4年让你和图书馆在一起？他大学最伟大的就是图书馆。哎，我觉得他说的太对了。从此以后我就静下心来，认真的学习去琢磨。父亲的开导让吴子牛年轻躁动的心渐渐安静了下来，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学习之中，用4年的苦读来紧紧抓牢国家和时代给予他的命运转机。在北京电影学院4年的学习生活，让吴子牛打开了眼界，积累了知识，也收获了绵延至今的同学情谊。这是北京电影学院7、8届同学在2012年毕业30年后再聚首的影像资料。在那次聚会中，同学们自导自演了一场颁奖礼。现在咱们开始下一个章节要评奖了。99块，99米得了4个奖。啥4个？得了4个奖。30年一贯制是，这是指那些没离婚的，就同学之间一对一对的没离婚的。2019年，吴子牛和妻子司马小佳结婚已经整整36年了。司马小佳的父亲是我国著名作家、外交家司马文森。受父亲的影响，司马小佳从小便热爱写作和文艺。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钢琴和竖琴演奏家。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教过司马小佳的一位老师，后来成了吴子牛大学期间的班主任。在他的介绍下，吴子牛和司马小佳相识了。从他身上我发现了我周边的这些朋友身上没有的一个素质，就是说什么都没有，没有背景，没有靠山，一切从零开始的那种勇气和一种很刚毅的那种眼神。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有一个向上的心，他一定要闯出一片天地来。所以我当时好非常崇拜这种人。在恋爱初期，吴子牛就告诉司马小佳，在他的心里，事业第一，爱情第二。吴子牛的表态并没有让司马小佳退缩，在他眼中，这是一个成熟男人该有的理性。我请他看了一个电影，然后看完电影就吃了一顿饭。吃那顿饭的时候呢，他去买的单，跟我一起吃饭的时候穿着是一个猪皮夹克，黑的。然后等下一次再看见他的时候，这件衣服就没了。他就说卖了。我说为什么要卖？他说卖给一个朋友了。这就是因为吃那顿饭没有钱，他就去借了人家的钱，然后就把那衣服就等于给抵过去了，就抵给人家了，就是这样子。所以当时这件事让我很感动。与吴子牛的结合也激活了司马小佳的文学特长。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司马小佳以编剧的身份参与了吴子牛的《阴阳界》和《欢乐英雄》2部电影的创作。在吴子牛转移到电视剧创作之后，司马小佳更是成了吴子牛身边不可或缺的战友和同事。
雪似梅花，梅花似雪，我就在想啊，这一定是上天给予我们的馈赠。开心大吉。2019年4月，电视剧《希望的田野》在山西右玉举行开机仪式，这是吴子牛执导的第19部电视剧。此时距离他导演的最后一部电影作品已经整整过去了18年了。吴子牛自己都没有想到他会从一名电影导演变成电视剧导演，而且一走就是这么多年。因为在这之前我们是基本不看电视剧的，而且很看不上电视剧。我当时正在深圳，在广东，那个郑成功的后期嘛，还没完嘛，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就是中央台的余胜利打来的，跟我说他现在手里有个很好的剧本，他说想让我来拍，他说但是呢有一点他说明，就是电视剧。吴子牛偶然的拿到的这部电视剧剧本却把他深深的吸引了，他用3天时间做了一个影响他未来创作走向的决定，签下了这部电视剧的拍摄合同。然后呢，这个时候我还是没拍过电视剧，这个《天涯两滩》我拍了4个多月，全组都拍遍了，走遍了中国，可以这么说。我们当时为了一个黄河汛兵取水，都跑到兰州以西去了，那边去把大炮都运过去了。现在随便找个黄河就拍了，电脑就做了，但是没有。这部剧就是当年红遍大江南北的《天下粮仓》。吴子牛用拍摄电影的标准拍摄了这部长达31集的电视剧。2002年年初，《天下粮仓》登陆央视黄金档，创下了当时央视开年大戏的收视纪录，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这部电视剧所产生的广泛影响也引起了吴子牛的思考。回家过年，我根本不知道我们家有那么多亲戚，来了50-60个。我说电视剧有这么大的影响吗？就说他跟你那个观众跟你那种互动啊，包括生活中亲戚都来。我说我拍了13部电影了，拍了这么多年，怎么我每次回到你们从来不来找我？他促使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问题，就是这个电影的完成一定是在和观众的交流中完成。如果没有进电影院，没跟观众交流，你不算最后完成。当时中国电影市场正处在低迷时期，而电视机的普及率和电视剧的影响力正在达到一个高峰。吴子牛经过思考，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选择了顺势而为，转向了电视剧的创作。所以呢，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选择是对的，到现在为止我都认为是对的。那么至少有一点，我们为中国的电视剧的这个行业标准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天下粮仓出来以后，所有人都说原来电视剧可以这么拍啊，这是我最喜欢听的。我觉得就是应该这么拍电视剧，只要你认真的拍，因为它有很大的体量，它也可以讲电影讲不了的故事。在天下粮仓之后，吴子牛又导演了《大国医》、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余成龙等多部反应热烈的电视剧。在电视剧创作的这条路上，吴子牛一路走到了今天。由于通电了，灯亮了。多年的电视剧指导创作，吴子牛形成了自己鲜明的风格。他强调，一部电视剧的人物和故事能不能打动他，是他决定拍摄与否的关键所在。是他脱离了生命危险，可是他却再也没能回到右翼。我都不是很左，我也不是个党员，但是我2009年到广西百色去筹拍红七军的时候，一进百色纪念馆，我进去就被镇住了。纪念馆有3面墙，里头馆有4面墙，全部是黑白照片，全部是土地革命时期牺牲的这个年轻烈士的照片，全是娃娃，16、17岁、17、18岁、21、22岁，已经做到营长、排长，都是年轻的士兵。但是他们的口号是“革命是快乐的事业”。就这种信仰，我觉得这种理念支撑、这种理想主义，在今天是日益失缺的。你说我们不能是因为我们去表现它，就是主旋律，这是真正应该表现的，应该理直气壮的去表现。
从四川乐山到北京求学，从人生低谷到名扬国际，从电影导演到电视剧导演，在时代的变化中，吴子牛也经历着人生的起起伏伏。然而在他身上却有一种欲望一直炽烈如初，从没变过。他没变的就是说他喜欢拍戏的欲望，这种非常强烈的欲望是跟他的生命等同一样的欲望。他要是不能拍戏，他就不知道能干嘛了，就是他完全就不知所措了。他真的太喜欢拍戏了，他太喜欢这种工作状态了。今天吴子牛在拍摄现场依然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创作起来常常进入一种忘我状态。有人评价，在影视创作的这片土地上，吴子牛多年来耕耘不辍，仿佛一头永远不会停歇的牛。我是在过一种无灵感的生活，没有年龄感觉的生活。我根本不知道我，或者不能想象我多大岁数，我怎么样。我觉得我的心还是很年轻的，因为永远在创作。我觉得创作，不断的创作就是不断的在延续生命，创作就是生命。你看我这辈子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拍电影或者拍电视剧，没有做过任何别的事情。这它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了。自由的旅程，回家卸了妆的面孔背后，是我梦中细细的寒蝉。